说反正我都不记得了，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你怎么能有这个态度呢？你害了多少家庭家破人亡的呢？那个诚恳的道歉你都没有。反正我都不记得了，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你怎么能有这个态度呢？你害了多少家庭家破人亡的呢？你那个诚恳的道歉你都没有，你还说让人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